第五名，《星际争霸二》865票，这谁推荐的游戏啊？拉黑了。虽然我没有玩过星际，但我玩过魔兽啊，操作上应该是差不多的。有句名言说得好，要想玩懂一个游戏，先要玩它的战役。很明显，这里出现了三个种族，人族、虫族、外星人，不知道。旁边还有一个要花钱购买的任务包，不重要。众所周知啊，我是一个人，那当然是选择。我要重走复兴。我是刀锋女王。啊，还选不了虫族，看来必须要先完成人族的战役才可以。众所周知啊，我是一个人，那毋庸置疑，肯定是为了人类的伟大复兴啦。还有难度选择，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睾丸，话不多说，我选普通。来吧，好戏开场了。这个剧情部分咱们就略过了，全部都放出来，肯定是我水视频。前面几关战役应该都比较简单，咱们就快速的过一下。第一关也就是学学基本操作，跟魔兽是差不多的，用脚打都能打过去。第二关咱们就有一个基地了，也是学学基本操作啊，采集资源，生产建筑，建造军队，然后把左上角的这个敌方基地给它推了。推了。第三关是防守战，只要让士兵躲在地堡里面就 OK 了。看着小虫子来一个杀一个，完全没有压力，这一个地堡不就够了吗？所以我们在两边各加一个地堡。哎呀，这虫族居然还有空袭，臭不要脸。再加两座防空炮，再加两个地堡，再加两个防空炮，再加四个地堡，轻轻松松这一关就过去了。这里解锁了一个新的军械库，可以花钱给自己的士兵和建筑升级，然后钱就需要去不同的星球完成任务获得军费。唉，我都逃亡外太空了还要给人家打工。第四关的任务也比较简单，只需要趁着心灵跟虫族交战的时候，我们偷偷绕后，然后把神器给顺出来。嘿嘿，会不会有点不要脸呢？来了一支援军，给我们送下了几个士兵，劫掠者，这应该就是本关的主力输出了。有敌人来了，正好拿你们练练手。我还真受欢迎。最终打了一个极限一换三，我直接造一批劫掠者，冲向他老巢抢神器去了。这医疗兵有点屌哦，别人在前面挨揍，他在后面来，这不永生不死了吗？秦始皇当年没有悟到这一点了，不然现在还是大秦盛世。哎哎哎哎，来他，火力有点猛。哎，挂了一个。哎，又挂了一个，奶量有点不足啊，难怪大秦会亡。最终也是在我大军的带领下，轻松绕到敌人后面拿到了神器。哎，什么东西啊？我靠，这什么啊？哇，这么大只，怎么可能打得过呀？啊，这么垃圾，什么呀？看着这么霸气，外强中干呢。现在来到了第五关，又出现了新的士兵，火符，两只火符，轻松烧烤一群小虫子，太屌了。这一关的任务是护送几批难民到达目的地，我多造几只火符，那还不是轻轻松松。护送队有危险，上兄弟们。是好事。不行，刚才战略有那么一丢丢的问题，这一回我们多造几个步兵可以对空的，而且我发现野外还有几个野生的地堡可以让步兵住进去，主要就是空中飞的这个貂毛，火符根本打不到，只能靠步兵。它应该是在污染土地吧，污染之后这个地里面会冒出虫子来吗？我再造一个兵营，建造一个反应堆，这样可以同时生产两个步兵了，海量生产步兵。哎，有步兵住在地堡里面就稳多了，这里暂时不用管了。我沿路到处建地堡，只要是危险地带就整一个，这下可就稳多了。哎，还有空投虫子，问题不大，我现在军队无比强大了，已经轻松取得了这一关的胜利。第六关，这一关就比较奇特了，怪物是白天睡觉晚上加班，我们是白天晚上都加班，所以我们要趁着白天的时候去烧他房子，他们会趁着晚上来围攻我们的基地，这很公平，先造几个地堡守一下。晚上了，晚上了，怪物来袭呀、啊！
这里面的怪物好像是被感染的人类啊。可恶的虫族，真不是人，竟不干人事。哎，他们好像确实不是人了。多造两个地堡，这样更稳一点。哎，又援军到了，是不是又要给我新的兵种？看一下是什么，恶火，烈火战车。天亮了，开车出去试试水。这车的行动速度还是挺快的。喷它，哇，果然是烈火战车，就是攻速稍微慢了一点点。看左上角的任务，我们居然要烧掉144个建筑，赶紧海量生产恶火。这被感染的建筑长得好恶心啊，有一种克苏鲁式的恐惧感。居然还有这种鞭，它在戳我的战车。哎呀，让它戳爆一个，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钱。又接到新的任务，消灭两名感染者，而且要晚上才能出现。然而我根本不怕，这么雄壮的车队，见一个烧一个，这就是感染者啊，直接给我秒了，这么垃圾。还有一只感染者，出来。他吐的这个蛋蛋是什么玩意？好像是会孵化虫子出来的。哇，垃圾。144个建筑总算是烧完了。 OK， 任务完成。第七关，我们兽人雇佣来到红石星来采这种晶体矿，一共要采8000，挣钱嘛，不寒碜。这个星球就比较屌了，表面全是岩浆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涌上来把低洼的地方给淹没，还真是要钱不要命呢，富贵险中求是吧。不过我就更够了，很早之前就把员工都调上来了，根本不虚他。哇，岩浆都涌上来了，这个场景真是壮观了。这里又给了我一个全新的兵种，收割者。这个兵种就很屌了，居然还可以在地形上跳上跳下，而且行动速度也非常的快。这边还有一个平台，看一下，还有怪，伤害可以啊，这个收割者。这边居然还发现了一个野生的基地，这是让我多基地同时挖矿吗？那我就把基地停在这里挖这边的矿。家里的那个矿区好像都快挖完了，现在才挖了2000，差远了。家里的矿差不多已经枯竭了，把多余的 SCV 派到新矿区去工作，这个基地就可以直接起飞了，飞到一个有矿的地方继续工作。就到这里来吧，这边还有一片矿。再开一个新基地，这矿采的有点慢呢，还没花的快。岩浆差不多要涌上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基地直接起飞，员工全部调走，都采空好几个矿区了。这8000还真是不容易啊，这边也快采空了，准备飞过来再采这个矿区了，应该够了吧？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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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完成任务了。一共完成了7个关卡，这战役差不多要打完了吧？啊，才打7%，一个战役才1%啊，那岂不是有100个战役？这3个种族岂不是有几百个战役？牛啊！这年头肯花这么大精力去做战役的真不多了，自己玩起来还是挺过瘾的，一边玩游戏一边了解星际争霸的背景故事，还不错。反正也是免费的，是吧？OK， 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，拜拜。